9月18日，伊能静在微博晒出一组女儿小米粒的照片，并写道：“日常的生活，你们的平安就是妈妈的幸福。”在哥哥手上睡着的米粒啊，因为你还是少年的哥哥，背影也显得厚实了起来。照片中，伊能静抱着女儿出街，哥哥哈利也抱着小米粒，画面温馨幸福。小米粒戴着头花，非常可爱，颜值高高的。내거다른여자랑말도섞지만난네거난네거